我本来咧，我打算一早同你哋讲噶啦，但又唔知个朋友即系船几时开，咁而家个朋友忽然间话听日开，今日急啲，好过坐飞机啊！飞机成日都有得坐。唔急唔急，我哋都装好晒行李噶啦，即刻走都仲得啊！估唔到你三个靓女从来未去过旅行，今次似女启航，一坐就坐游艇咯，哇！讲俾啲街坊知，真系有排威啊！其实有啲唔舒服啊。 新界东巴发展项目期计，走。佢哋瞓咗啦。我同三个阿妈都唔会跟你走噶。佢哋凑大我已经好辛苦。 佢哋从来都冇要求过我为佢哋做啲乜嘢，我真系唔想睇住佢哋几廿岁人过住啲漂泊流离嘅生活。我明，但系如果留喺度好危险嘅，佢哋随时会揾到你。揾到又点啫？系你对佢哋唔住啫嘛，唔关我三个阿妈事噶。你以为佢哋好似你咁谂咩？佢哋冇人性噶，如果你唔惊我走，命都冇啊！就系因为你啊！ 因为你做埋啲伤天害理嘅事，所以先有报应雷死星仔。我唔想我几个阿妈临老过唔到世，你俾佢哋以后安安乐乐咁生活落去，好唔好啊？对唔住，系我唔啱。 所有嘢都系我手造成，所以我有责任要保护你哋。就算你唔系我个女，我都唔可以俾你少一条头发。你估我傻嘅咩？份报告出咗之后，我叫差馆嘅查过，我 passport 喺你头。 点解我走咗你拉我唔到嘛？系咪咩同？当我知你呃我嗰时，我真系好嬲。我有谂过叫差兵去做嘢，但我冇咁做。你知唔知点解？系因为我曾经当过你系我个女。 只要唔识即系走咗之后，我觉得呢个世界好灰，我想我自杀，系你同你三个阿妈俾咗希望我，你几十年嚟。 未试过咁开心，件事可以系假的。
白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而家都系，对唔住，我自细都冇老豆，我唔知咩叫父爱。你俾到我，我感受到我做咗咁多衰嘢，我越咗要还，可唔可俾我帮你哋离开咗香港，确保咗你哋安全先拉我啦？准备好郭浩华嘅罪证资料啦！我之前试过放上网，点知佢做咗一千份假嘅，不停揾人掟上网混淆公众视听，而家所有人都当咗系恶作剧。咁我应该点做啊？所以我一定要亲自去喺一哥面前揭发郭浩华嘅真面目。咁我哋行咯。哎呀，我留低咗电话喺入边。我帮入去攞。喺边度啊？喺柜桶啊。对不住，我不想你去冒险。不是啊，我哋咪讲咗，我哋同甘共苦嘅，你唔可以抌低我，你唔可以咁自私嘅，你开门啦！今次太危险，我唔知郭浩华会做咩，你就俾我自私一次。还是越难越爱，为你所以在期待。花开花落，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。无负跳入爱海，沉重越来越爱，就算一切没记载。软弱会再有气概，跟处境比赛，在头上就算有些感慨。Hello， 博美嘅观众，你哋好啊！我是黄浩然，想免费睇到我有份演出嘅《家族荣耀》，就快啲攞出你哋部电话，即刻 download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。